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一起来拆开小小探索家的飞机玩具。哇哦，小小探索家的飞机开过来了。打开机舱门，机长要来开飞机了。机长的公文包也带上，小女孩坐上飞机，关好机舱门，送小女孩回家吧。小女孩下来吧，打开门，小女孩回到家喽。飞机继续出发，来加油站加点油吧，拿上加油枪，油加满了，起飞。哦，艾迪被困在树上了，飞机快过去帮忙。让艾迪跳上飞机。好了，降落。艾迪安全了。车开过来了，你好，我的车出故障了，能帮我把货物送到工地吗？没问题，把货物放上飞机吧。装好了，出发去工地。货物放这里吧。